他的孩子都，因为他就一个小孩，就一个小孩，就那孩子就中风，又在安养机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所以就只剩下我奶奶在家里。没有爸爸，我没有关信息干，说多我跟他多来带火锅。这个是百合的含义，它的图文的含义很深，对，很多很。而且虽然说很深，可是它又有讲说这个是什么名字，这个图文叫什么名字，这个图文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代表是什么意思，它都会一直这样子讲。跟那个大独木的女儿、做朋友，他跟大独木，他就照顾那个大独木的女儿、所以那个大独木就给他画、那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。马达乌拉乌拉乌阿伊格鲁阿鲁萨拉内达雅格拉。Hallelujah!